很多人因为工作或种种原因无法回家过年团聚。妈妈，妈，喂，妈，妈，在哪？爸，爸，好着呢，那个过年就不回来了。我今年就不回去了。过年这个回不了家了，这个这边不放假。那过年不回去了？过年我不回去了。行，妈，过年不回家了。回来呗的。爹，过年不回去了。这不媳妇不回来，你不回来，你想干嘛？哦，家下雪下大了。今天我觉得天天冷冷的。今天凉。对呀。不是过年不回去，心里不得劲儿的。一个人为什么拼搏？为了掌声，为了荣誉，为了梦想，为了你爱的人。你在外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家是我们游子多么向往的地方。可是为何只要一想到家乡，想到自己的亲人，我的泪水就跑出了眼眶。那是有人在呼喊，今年你回来团圆吗？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游子离家千里在外，不论何因，对家的思念如何断绝，尤其是思乡之际睹物处情，思情日浓，纵使千山万水相隔而沦落在天涯海角，就是悲欢离合，百事不顺，无言回见江东父老。家是我们一生的牵挂，无论海角还是在天涯，家是我们一生的报答，无论青丝还是白发，磕磕绊绊春去秋来。爸爸的肩膀好宽好宽，停靠那里可解忧烦，妈妈的怀抱好暖好暖，躺在那里安然入眠。孩儿长大飞得好远，不能天天出现在你面前，在这里祝亲爱的爸妈身体健康，您为孩儿操碎了心，您辛苦了。无奈低沉的声音，回家过年，我要马上回家，梦里见到父亲背弯曲的背影，回家过年，我要马上回家，母亲在电话里无奈低声的声音，母亲在电话里无奈低沉的声音。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鸡年吉祥，万事如意。感谢你的收听。